知大道，林洁莹、何文杰。好，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講下旅遊啦，特別係遊輪業務方面嘅旅遊嚇。我哋請埋呢一位嘉賓就係、是、之旅集團嘅主席何柏廷。Hello，Wanny 你好。你好 ，Hello。係啦，嗱，我哋今次咧，終於咧就唔使戴住口罩咧，大家見面啦。咁疫後復常咧，其實大家都開心啦。咁啊，經濟復甦雖然話未如預期般強勁啊，但旅遊方面咧，無論係外遊方面咧，其實咧嗰、那個情況都幾熾熱下嘅。咁想問一問你咧，即係整體嗰個旅遊行業嗰、那個復甦力度係點咧？整體個旅遊咧就復甦得好好。咁但係即係而家個即係好大轉變咧、因為好多人係自己去嘅，即係自由行，自由行好多，就唔跟團，係啦。咁跟團亦都我哋做旅行社做旅行團嗰啲，亦都面對個問題啦。而家啲機位都仲係相當難攞，尤其是你要組團嘅話咧，係就好難攞位。另外嗰啲機票價錢咧就貴啦，同埋浮動都好緊要。咁啊，遊輪業務嗰個復甦嘅情況係點咧？嗱，我記得疫情前同你傾咧，即係遊輪咧都幾受歡迎，尤其是咧即係一般嘅中產啊，甚至可能退休人士咧，一去咧就去好長嘅時間嘅。疫後嗰個復常情況又係點咧？嗱，遊輪就比較快添嘅，因為點解咧？就一開始即係我哋喐得翻咧，就已經好多人去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有好多啲客咧，就係、是、之前嗰兩年咧就報咗，因為個疫情佢去唔到啊，去唔到就船公司咪同佢哋騰，即係繼續延後，咁所以佢哋一開得可以飛得咧，就嗰啲人就去啊，所以變咗你見到遊輪係即係如果以長線嚟講咧，係第一陣去，即係好活躍噶。长线通常去几耐，同埋有冇话而家咧，即系疫后之后咧，嗰、那个活跃嘅地点会唔会有唔同咗咧？今年都仲系欧洲啦，特别北欧啊咁。咁另外日本咧，因为而家就渐渐都越嚟越多船行日本啊。咁就今年咧就好特别添啊，好多新船落水。我计咧都接近15艘新船。在今年落水，咁呢啲可能亦都係積壓咗啦，早兩年停咗嘛，收船啊咁冇收到，咁喺今年全部落水。咁喺外國個市場咧，就真係好好啦，即係唔止話美國啦，你就算亞洲市場、印度啊。就算越南呢啲市場都好好。咁越南啲市場之外，係咪高端嗰啲旅遊嘅目的地啊，會跟旅行社去比較多啲咧嚇？即係話反而個團人數少啲啊，大家就啊啲路線啊豪車嗰啲啊。因為你去得太，譬如你南美咁，你好難自己自由行啊。你自己去，因為如果你去幾個國家啲機位啊，好多段咁博到你都係頭痛。係啊。今年暑假咧，其實有冇話邊一個地區咧個遊輪業務咧比較係受歡迎同埋比較熱門啲啊？地中海啦。船都好多啊！系，但系当地嗰、那个而家我哋讲紧咧，全球都话咧人唔够啦，人手唔够啦。疫后复常之后咧，大家话想即系譬如机位唔够啦，我哋想话接待方面，香港想接待多啲游客咧，其实我哋都唔够人噶。其实外地有冇面对啲嘅情况咧？你哋接触添啊！今年喺夏天呢两个月，欧洲嗰边好紧要，系佢直头车又唔够，啲车好贵，咁变咗即系有啲接待都。做唔到，佢根本个情况咧就都系咧人手唔够呢个问题啦。咁其实成本上面咧，即系疫后之后嗰个成本，既然话人手唔够啦，供求问题啫，其实嗰个价钱方面有冇上升到，有冇转嫁到俾消费者？哦，有噶啦，你上，因为佢升得唔紧要咧，嗰、那个你业界冇办法将佢 absorb 到噶嘛，系嘛？你而家你分钟，以前你。4-5千元一張團體飛，歐洲而家過萬嘅，係嘛倍升嘅，淨係機票啊，係咯就係咯，係咁啊！呢啲嘅成本上面咧，你哋點樣計算咧？特別係即係可能喺經營上面嘅成本上升咗啦，其實轉嫁俾消費者方面，消費者又係咪真係接受到咧？睇嚟都會咁多咧，會影響個量咧，係嘛？咁就始終。香港仲係即係好多人幾富裕啊，咁你又中低
高檔三個市場，咁睇下你自己定位喺邊啦。咁我哋覺得即係有錢嗰啲，始終都係俾得起嘅。即係中高檔嗰啲就復甦得比較快啲，你意思係嘛？肯定係㗎啦。你尤其是高檔嘅，佢都知道要咁貴啦，佢又要去。咁貴貴都豁出去㗎啦，真係。真係。你同佢搞掂就得㗎啦，而家。咁平均消費大概幾多咧？即係佢哋啊，係咪比疫情前係爽手咗咧？你而家啲，譬如你去船，有啲即係如果你高檔嗰啲，佢就要最貴嘅房添。咁你慳地就一個 trip 十萬八萬就好普通嘅，又再要坐埋經濟位就唔止添。係坐佢哋啊，即係呢個商務位啊，由經濟變成商務。就儲咗幾年錢啊嘛，好多人話嚇，唔去旅行儲多咗錢。因為你啲商務位咧，即係尤其是飛倫敦啊，咁有啲季節都好離譜嘅，即係七八萬啊咁樣來回，嗰張飛係好貴。你自己睇翻咧，旅客嗰個旅遊模式有冇唔同到咧？嗱，譬如咧，香港呢邊咧接待外地嘅旅客，特別係內地旅客咧，都講緊話佢哋嗰個購物模式啊，或者消費模式啊，都唔同咗啦，中意啲深度遊啦。譬如你哋喺遊輪客方面咧，旅客嗰個旅遊模式又有冇改變到咧？嗱，遊輪本身咧就已經係好適合，即係嗰種即係中意消閒啲啊，節奏冇咁快，中意享受嗰啲旅客啦。咁呢種係一種新嘅旅遊模式，就普遍被接受的。咁至於你話喺即係陸上嘅旅行團嗰啲咧，係個趨勢都係噶啦。即係好多尤其是高檔嗰啲冇，佢係唔想要咁辛苦，去少啲地方，停留多啲，或者你揾一啲有多啲深度啲嘅節目俾佢咧，反而嗰啲會受歡迎啲。咁啊，呢個深度節目係咪即係我哋啊取經啊？人哋有啲咩例子可以吸引啊？即係香港人過去睇嘅咧，喺節日啦、啊文化活動啊，定係啲大型盛事啊咁樣？其實就好多嘅，因為你每一個地方咧，佢哋本身有佢自己嘅所謂即係景點啊、吸引力啊好多。咁但係咧，如果你傳統嘅旅行社咧，傳統旅行團咧，去嗰個地方咧，你發覺大家成日都係嗰半日嘅行程都係去嗰啲地方啊嘛，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地方係有喺度，你未去發掘啫嘛。咁所以你就係話要喺依啲咁嘅未發掘嘅景點嗰啲節目嗰度去諗。而家咧，遊輪行業方面咧，嗰個航線上面咧點樣規劃咧？特別係疫後之後咧，其實長線定短線為主咧，可唔可以舉啲例子俾我哋聽下咧？長線地中海就好多啦，今年即係北歐嗰啲線，因為天氣同埋亦都好多人湧去嗰邊，因為今年個夏天係太熱啊嘛。咁另外咧就而家有船行日本嘅，明年會仲多添。仲多即係有啲船公司係掉落嚟。另外呢就我哋睇到嗰啲船公司嘅安排呢開始有啲船會 call 返香港。就譬如香港落去日本啊咁呢啲嘅行程呢出年會有㗎。既然係咁嘅話呢，即係多啲嘅航線呢嚟到即係經香港啦，都會停喺郵輪碼頭啦。咁其實近日呢大家知道呢，郵輪碼頭呢整體嘅規劃上面呢都令到大家好多嘅批評啦，特別係即係有啲旅客嚟到香港呢邊發覺原來交通配套唔得啊，咁之後政府又即係幫手介入啦。咁而家問題都仲係未解決嘅，因為冇理由長期要政府介入㗎嘛。咁呢方面其實你自己點樣睇即係我哋本身嗰個郵輪碼頭嗰個設施嘅問題呢？其实邮轮码头的设施呢就冇问题嘅。咁但如果你话个交通安排呢，你唔可以赖得晒佢唔系负责同你安排交通㗎嘛。咁就应该就系每一条船到，其实就船公司系应该好清楚同埋好成熟嘅个运作，究竟呢隻船系嚟到香港呢、这個行程係咪已經完？叫 turn around， 好大量嘅客落船，翻去佢自己嘅國家。咁呢啲咧，佢有曬嗰個數據，
邊啲喺香港要留幾日，邊啲係咩航班，佢會分批載佢機場。咁呢啲佢同嗰個所謂即係 port handling 嗰、那個嗰、那個 agent 咧，係應該有曬溝通嘅。咁至於有啲船，即係有啲人要繼續個行程，咁喺香港呢度上岸玩下嗰啲咧，就係、是、可能你而家就係面對依類咁嘅客咧，佢哋落咗船，佢發覺。喂，冇的士嘅咁，系配套唔到啊，离开唔到邮轮码头嘅。咁但系因为呢个问题，其实就系喺十几年前个码头未开，已经讨论紧。一路延续到而家都仲系出现呢啲问题。因为你睇到今日都未规划，即系嗰个成个启德嗰边啊，都未曾有个完整嘅嘅发展噶嘛。咁你发展好嘅自然。多翻啲交通工具啦。咁啊，唔怪之咧，日前咧，阿葉柳啦，葉劉淑儀行政會議召集人啦，佢都質疑咧，即係郵輪碼頭咧，早喺規劃嘅時候已經咧捉錯用神，又批評咧，咪楊潤雄局長方面咧喺郵輪碼頭咧甩碌之後咧，就企圖咧就委個碼頭嘅營辦商咧要咧政務司嘅副司長咧卓永興咧就幫佢補鑊啊，咁等等啦。其實最早去到最早期嘅規劃咧，當時我都有記得有寫文章講過嘅，就係為咗保留嗰個跑道嘅外形啊。咁啊，沿住一条直线，咁啊，保留个形态，咁啊，全世界都唔会有啲咁嘅发展区啊，咁样督有个掘头巷啊嘛，吓、当年有另一个方案咧，就话填满佢啊，咁啊，等到佢同观塘就无缝交接，咁啊，后来就最尾都决定保留条跑道啦，咁啊，有型啊，好有型啊，你鸟瞰落去，但系实际住喺度或者用嗰度嘅督嗰啲人咧，就觉得啊，即系哇，即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咁而家就终于都真系应验咗吓当年嗰啲啊，即系。估计咁而家码头啊摆喺最笃啊，咁啊自不然你想搵架的士都难啊。原本隔篱都有个公园仔人啊，放下风筝啊，跑下步嘅。咁而家做疫情啊，做埋嗰个隔离中心啊，咁基本上冇乜人会刻意去走去个码头。咁变咗你冇流动啊，冇其他流动。码头上盖原本又话起酒店啊，起商场啊，俾民营管理，又冇一件事。咁疫情当然有打击啦吓。因为我觉得又即系你又唔可以赖话啲的士佢唔肯配合，因为你实际上你叫佢哋咁远一转入去，佢唔知道有冇客咁样，系佢唔同喺嗱喺欧洲啊咁，罗马又好，英国 Southampton， 佢哋落船有好多的士嘅，咁但系因为外国咧，佢好。好多地方啲的士唔係周街走嘅，佢哋喺啲站一個固定嘅位置，或者係電召啊咁樣。咁同埋佢哋喺郵輪碼頭接咗嗰啲客咧，係好多係遠程嘅，譬如羅馬咁，佢喺羅馬嗰個 port 叫Svita Vecchio， 嗰度去落翻去羅馬都成個幾鐘。咁你諗下一程咁嘅車費要幾多少、要200多歐羅。哇買機票都係咁同埋佢有啲 port 呢就算佢唔參加啲 short excursion， 佢亦都有啲人去落地會包啲 的士自己去一啲自發自組。就嗰啲都要啲，如果你計港招2-3千元。即係佢哋喺擺架車喺度接呢啲客呢。佢會有着數嘛？咁你如果你而家香港就係個路程就太近，而且需求嘅時間咧，就一定喺9點嘅上下嗰啲時間咧，就係出邊個市區的士最繁忙嘅。咁所以就係依個問題要。真系要各方面去谂。你睇码头嘅营运商方面嗰、那个责任，或者喺沟通上面又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咧？我谂佢哋都好帮手噶啦。咁其实咧就基本上每条船落即系嚟嘅时候咧，船公司系有晒数据，而且好成熟噶啦。佢哋运作，因为你谂下一条船而家分钟载三几千人噶嘛，咁你落船个安排。佢哋係分批啊，行李點處理啊，交通安排咧，佢哋係有曬經驗嘅。咁其實就我覺得就唔應該會有咁混亂。如果即係嗰啲交通工具有配合到啊，而家最大問題就係你嚟到
即係如果唔係船公司安排咗咁有咁上下 shuttle 咧，其他啲客就坐企喺度等咧，佢就唔知道等到幾時。嗯，即係最大問題咁咯。嗯，咁啊，預計咧，出年都會將會有咧唔少嘅新船落成啦，亦都可能都會嚟到香港呢邊，業界嗰個部署啊，或者規劃係點？這個就好事嘅，你多啲產品賣啊嘛，同埋而家有啲年紀大咗啲嗰啲啊，佢唔想飛咁遠，但又想坐船。嗯，咁如果香港有船上。就唔係嗰啲即係兩三日嗰啲短線嗰啲啦，譬如我睇出年嗰啲行情好多香港去日本，咁你通常幾多日嘅咧？嗰啲都要十零日嘅，或者佢香港單程去喺嗰邊落船飛翻嚟，咁變咗有啲年紀大啲唔係咁辛苦啊嘛。咁如果佢能夠有啲係 call 埋大陸嘅十幾日，咁啊再回程喺香港落，即係香港上香港落咧，都啱好多啲即係年紀稍微大啲嗰啲人嘅長者嘅參與度都好高啊！呢個睇咁啊，你哋自己本身嗰個部署係點咧？公司我哋都係睇個市場個需要啦，即係我哋嘅客嗰、那個。即係個需求去跟嗰個方向去做。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客人個即係需求有冇改變到啦？即係譬如話，我哋想話做大灣區嘅遊輪碼頭中心啊，吸引內地啲人嚟到上船啦、啊，或者上船前就住一兩晚啊，呢啲咁嘅諗法啊，即係疫情後啟唔啟動到咧？會有即係因為如果你。嗰啲船係 call 香港嗰個行程吸引咧，點都會吸引到一啲係國內嘅客嚟香港上船。咁、但係即係曾經香港好一路研究過啦，就係話即係做嗰啲即係以香港嚟到做母港咧，這個似乎就唔係好實際。第一，因為我哋嘅人口少。咁如果你下又要靠即係大家個興趣都唔同。咁另外，如果你香港開船嘅，即係你意思，我哋條件不足喺呢方面。因為我哋嘅鄰近冇乜景點啊，你下下都係去到三亞，咁你去開船去三亞都要成日幾啦，咁又亦都嚴格嚟講又唔係咁吸引啊。即係你要即係變咗嗰啲幾日嘅船。公海遊啊，咁就係話之前未曾即係香港仲係鎖住未去得出外嘅時候，咁你叫好過冇嘢玩啫嘛。咁而家開翻嘅，多咗好多唔同選擇咧，就唔係咁諗噶啦，即係客個睇法。你自己睇翻咧，從即係你哋接觸都唔少客户啦，喺疫後復常之後啦，其實遊輪業務個前景點睇？會係好嘅，因為第一就抵啊嘛。同埋你越嚟越多船咧，个供应量大嘅价钱咪会所谓有竞争力咧。其实而家你坐船你计下系个价钱系相当，但如果你逐日计添啊，包晒你所有食啊，咁样有得玩。咁另外就而家啲长线嗰啲咧，即系开始一路。南美啊，南極嗰啲已經開始有人去翻嚟香港。咁啊，呢個即係仲有咩開拓新嘅玩意啊？香港人啊，仲可以有冇啲咩新嘅景點？係啦，即係新嘅，但係香港人又較少聽到去到嘅，又復常翻咧。其實有好多即係景點，我哋以為話會慢啲啦。但係其實而家。香港人都好都去翻噶，譬如伊朗都密密开到啲团去到，因为我以为话因为那个俄乌战争嘅问题影响到吓，即系嗰个系为咗旅行啊，香港人咧乜都得噶吓，我都系噶。你一讲旅游咧，其实香港人咧都真系好开心啊，唔同嘅旅游景点咧都吸引到唔同嘅人嘅。咁啊，今日咧我哋时间所限啦，同阿何柏廷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唔该晒，何生。